把琴呢，就是我在工作室做的第一把琴。这把琴呢，其实工序呢不太复杂，但是呢，它比较经典吧。它是跟第一把电贝斯Fender第一次用自己做的琴的那种感觉，其实要比自己弹琴所得来的成就感是要强百倍。即使说大家不会对我做的琴有多少掌声的鼓励，但是心里的那种成就感非常非常强。我今天其实在帮别人修琴，然后在那边呢正在进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把手工制琴的第一步，就是现在是把这个碍石的木板切成两半，然后竖向的拼缝拼接在一起，用钛棒去粘牢的。24小时之后，这个木板就可以作为琴体使用。行业的摇滚节是什么时候？5月16号，现在其实啊，别这段不能播，就是我们其实还没排练过的。这真要赶这次排练吧。是我大哥，要没有他带我，我玩不起乐队的。这是我大哥，要没有他，我现在琴还坏着呢。对，这是实话。来下一个，不，这时候应该打工作室。对 ，BTC。对，这说到这儿了，这个此处应该有 BTC。是我跟我叔叔。因为我最开始弹贝斯也是他带我弹的，然后现在他做贝斯我也跟他一起做。然后我妈吧，平时就觉得我没有什么事儿特别能坚持下来，觉得我弹贝斯啊做贝斯至少每天能就是天天去做，不管做的怎么样吧，他至少觉得我一直在坚持这个事，他就觉得挺好的。从对于我音乐方面吧，比如说我们日常排练的时候乐器出现一些小问题什么的，在以前就很摸不清头脑，但现在就是很轻松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DTC 吧，是我之前养了三只小狗，他们叫叮叮糖臭臭，然后取了他们的首字母。之前是在家里做，但是后来发现家里地方实在太小了，而且扰民。现在这公司成立现在不到一年时间，还属于初期建设阶段。手工琴最大的区别呢，就那专门挑选木料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手工琴可以定制你自己喜欢外形。哎呦，太电音了，夜场在哪儿做的？如果我是 DJ， 就动动动会动。我觉得钱哥就是我大哥一样的存在。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因为我高中一直玩的是古典乐，然后到大学的时候认识钱哥，技术在我们这种大学生里面水平已经算非常高的一个乐手，然后他能带我玩一些流行摇滚，我非常感谢。关了，这先关了。来吧，来吧。不是，这边应该全记了，然后我先记。再重来。再来。重来。
人的是棒棒，他不好，他在我嘴里。上四音，然后是那个 A， 然后是 E， 就这三个，然后是上四音，上四音吗？然后七八九，对，你看着点，我这底下摁哪儿你就摁哪儿，我吉他最底下这根线就是贝斯倒数第二个，来吧。上一次我的那个吉他拾音器坏了。然后我去了他的工作室，然后他免费帮我修好了，所以这件事我非常感激你。我们今天呢是做琴头后仰，就是把这个枫木琴颈从琴头的位置给它斜着45度角切下来，之后呢反着拼到后边，也是一种拼缝。既给我有一种就是乐队能独当一面的这样一个在外面比较办事比较明白，撑场面，对，撑场面这么一个。然后呢，私底下我们又特别无节操，就是可以展现出自己最二逼的一面。那你觉得钱玉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行吧，我不太了解。你觉得怎么样？是个不错的成员。希望他不要再长个了，他现在有2米、嗯、其实我也不矮，我1米83，在他面前我显得特别矮。我希望他可以如果他真喜欢这件事情的话，我希望可以非常认真的去学习去做，把这件事情跟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现在那个琴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就是所有配件安装，然后呢我在正常的原琴基础上加了一个 RAMP 速弹指板，自己做的一个木板，可以放在这个两卡的这个位置，它可以减少这个手指实弦的那个深度，让手指弹得变快。这把琴到现在就全做完了，然后暂时现在是认为我觉得这个做贝斯这方比较适合我，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一种木匠，我们其实是一种艺术家，我们做出来都是艺术品，这种做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即使中间会经历很多艰辛什么的。然后我其实就是并没有像电视台说的那么浮夸，可以驱使我除了这件事可以放下一切的那种结果。乐队吧，这东西一部分是音乐，更多的一部分是一种感情。
Yeah.